新北市林口成为制产热区。 41平空间含车位，还有游泳池，开价1500万。林口靠着较大坪数宅，一举挤下万华区。根据廉政中心最新平均建价估值，大安区以3129万元蝉联榜首，第二名则由南港区拿下。但值得注意，林口平均建估值达到1438万元，夺下第12名，还超越万华区的1455万，不再以台北市独强。林口大坪数的部分在这几年是有增加，那 事实上，我们最近的成交量也是有比较多，那也是相对性让这个估值有稍微有往上走的一个趋势。那最近有成交2000-3000万的比例也稍微有拉高一点。虽然万华地区本来就属于台北市后段班，但林口地区瞄准生活机能，吸引不少艺人都来置产。李佩旭就砸下近1000万住进林口，另外还有白冰冰更花6000万在林口买地自建豪宅。因为就是季节的关系，近几年它的周边有比较多的推案。 那相对它交易量提升之后，当然也会拉高这个总价的区间。靠着高CP值异军突起，虽然房价还是难以撼动台北市蛋黄区地位，但林口已经从这波房市推案中崭露头角。三立新闻台记者张昭轩新北报道。